最近啊，比较大的新闻啊，尤其是两岸新闻，就是金门快艇啊，翻覆事故啊。当然这个事情还没有落幕啊，也有一些疑点啊。因为本来事情就是啊，有一点方方面面的因素在里面啊。所以这一集讲它点点滴滴啊。我们就看那个很多的媒体的报道啊，因为媒体当然瞎子摸象。可是也都片面的啊，就也都是这边报道一点，那边报道一点。那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出来啊。最后再来看维基百科啊，因为维基百科是一个综合性啊，根据事实啊，没有什么评论的啊，这个比较客观、具有公信力的啊说明啊，整个来看一看啊。当然了，这些不管是媒体报道啊，或者是维基百科说明啊，那我们中间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啊。好，我们先看一个世界新闻网啊，它的报道啊，标题是金门撞船事件啊，海巡越选择性揭露啊，猜疑就越多啊，什么意思啊？啊，这个撞啊，这个我们的海巡署的啊，其实舰嘛或者舰艇啊，跟大陆的渔船啊，这样子撞到，当然大船跟小船啊撞啊，谁是谁非嘛。有一个应该有一个事实嘛，有一个解释，可是呢没有录影啊，双方都没有录影，所以就变成各说各话啊。当然了，小船跟大船撞，小船吃亏嘛，小船就翻掉啊，死两个人啊。这种事情也可能他们是三无渔船嘛，这本身它就非法嘛，可是非法你可以取缔啊，可以查验，可是照理说是中共才能查验，台湾也不能查验，只能驱离嘛，就是一个驱离嘛。啊，就是你犯我的那个海域嘛，我的捕鱼的海域，我就驱离嘛，让你走嘛，啊，看你走不走的问题嘛。啊，那怎么会搞成翻船死人呢、啊？而且没有这个录影啊，所以这次的争议啊，本来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太多了。台湾的这个海巡署也可以去查嘛，啊，大陆渔船嘛，驱离嘛。啊，中国大陆的这个海警队啊，也可以嘛，啊。说我们的渔船越界可以嘛，但是重点就是驱离嘛，啊，你不走再用什么手段嘛，啊，但是你说会把船撞翻啊，当然也可能小船撞大船，也可能大船撞小船，但是弄翻了就不好了嘛，尤其出人命啊，出人命事情啊，人命关天嘛，出人命事情就大了。可是问题是这个没有真相啊，因为我们说真相各说各话没问题嘛，像警车都有装那个啊，随时啊酒驾，随时就那个拿录影机拍嘛，啊，这个警车都有录影机嘛，啊，我们一般很多这个汽车也有装嘛，啊，这飞机也要装嘛，都要装嘛，啊，可是你说这个国家的啊海巡署的海洋委员会的海巡署的没有装，啊，行车记录器我们应该说不贵嘛，那装在床上的。船上的那个记录器或者叫密录器，不管了，应该不贵吧？结果没有买，这就很奇怪了，就很奇怪，怎么会没有？这是执行国家公务，而且海巡署这个常常要驱离啊，不管保护我们的渔船还是驱离啊大陆渔船，中间可能就有些摩擦嘛。那你这个是必备的，就算这没有买啊，这个没有。行船记录器也没有密录器，就已经很离谱，这个不贵的东西，这就很奇怪了啊，就是纪律松散。那你说就算没有临时性啊，大家都有手机嘛，手机拍一下也没有，就是完全没有录影存证啊，这就很离谱，然后各说各话，差不多是这样子嘛。因为你说大陆渔船没有拍啊，你说渔民吗，手机照理说也有吗，可他们也紧张啊，也想跑啊，啊，这个你说老百姓嘛，还情有可原，教育程度也不高，应变能力可能也弱一点，而且他自己有三无渔船。可是你说警察没有记录器啊，没有这个录影的设备啊，我们的海军、我们的空军啊、我们的海巡署其实舰艇没有啊，这就是。我说是国际笑话也不为过了啊！内容是大陆船呐、啊、翻覆啊，致死案啊，争议燃烧一周啊，大年初五嘛
啊，逐渐升高为两岸政治事件啊，因为没有真相嘛，没有真相，一般各说各话，然后会挑起民族情绪嘛，所以我们叫星火燎原嘛，一开始小事啊，慢慢就变大事嘛啊。但是海委会啊，就台湾的海委会啊，海洋委员会跟海巡署啊，一开始避重就轻啊，就当他这个报道是这样形容，避重就轻啊，因为这个的确是引起一些争议了啊，说是对方啊蛇行啊挑衅啊，是那就是大陆上不对啦，你怎么可以蛇行啊，你怎么可以挑衅啊啊，好像我们的没错，台湾的没错啊，警方讯问以后才松口啊，双方啊，的确人不管人或政府单位，你从一而终啊，你一开始跟到最后讲的都口径一致，讲的一样的没有问题啊，你说前面讲的跟第二次讲的、第三次讲的、最后讲的又不一样，那人家就觉得你有问题嘛。所以你看，又松口表示什么叫松口，就改口嘛，啊，就双方传真多次啊接触。你看，你说对方蛇行挑衅，那是你不对啊。那传声多次接触的是中性啊，那就是你也接触我，我也接触你啊，然后碰撞啊，那这就不一样了，这两个讲法就不一样了。一路挤牙膏啊，就是啊，我检察官啊或者媒体啊问一点就讲一点啊，前面你讲的是一套啊，这个然后一问之下啊，又松口啦，又改口啦，又讲更多，在挤牙膏，保持公报，所以就起了一斗嘛。你一看就说就是这样子啊，第二次我也这样讲，你一百次我还是这样讲啊，当有录影带最好，但没有录影带，我讲法一致啊，应该没有问题吧？而且提不出执法的影像佐证啊，没有录影。啊，那我们的舰艇没有录影的啊，这是不是国际笑话？公信力荡然无存啊！当然，也许这一篇报道啊，是不是对海巡署比较不利？我们后面还有好几篇嘛，别的报道。如果说所有的报道都对海巡署不好啊，那你就有问题了。啊，昨天记者会依旧选择性啊，又选择性公布资讯啊，竟然是反而引发更多猜疑啊，所以很多事情啊，发生就发生了嘛。完全坦，我们就说坦白从宽嘛，你就讲真话嘛，啊，讲真话，到时候啊，做的对不对，自有公平嘛。但是你讲话前后不一，那就有问题了。海委会啊，海巡署官员昨天在金门开记者会啊，强调啊，搁置政治啊，我们不要谈政治啊，人道优先啊，这话是没有错啊，讲得好听，试图降温啊，而且极力澄清隐匿影片的指控啊，非事实啊，说我没有隐匿啊，我根本没拍啊。啊，主要的原因是执法过程啊，那个大概只有五六分钟的时间了，高速啊，因为你要跑嘛，我要追嘛啊，船身剧烈晃动下来不及摄影收证啊，所以这句话你说看起来是官员讲，这句话就问题很大了啊，警察在追这个抢匪啊小偷的时候，结果没录影，而我来不及啊，要酒驾的时候人家跑了，他临时就跑，我来不及。这什么叫来得及来不及啊？这荒唐嘛？什么叫激烈晃动？因为人家要跑了，你就要开始要，如果有的话，你就要开始准备嘛。什么叫产生激烈晃动来不及？那这什么训练啊？坚称没有录影啊，那他说没有啊？你说没有录影，然后又来不及，那这不是很矛盾吗？你有你就录，那有。来不及是另外一回事，啊，你又说来不及摄影收证，又说没有录影，啊，后来说没有录影设备，这没有录怎么会不影响事实真相？这影响太大了吧？这我看不懂啊，这是讲什么话？那连执法人员身上的密录影像都没有，让外界当然离谱嘛，也明显违反执法的 SOP 的标准程序啊！记者会动机显然是要灭火。却窘态百出啊！海巡署播放勤务中心录音啊，没有录影，但是有录音啊，说明查缉前的过程。而记者就当场要求啊，提供翻船后的录音通联，因为他只公布啊翻船前嘛。那你要公布，你没有录影带，那你要公布录音也可以啊，那就全部啊，不，我要公布一半啊，翻船前啊我给你听啊，翻船之后我不给你听。啊，海巡官员啊，却说是后续都是救助程序，无关案情，也涉及侦查不公开。那侦查不公开，你就不要开记者会嘛，就交由检调开就好嘛。你要开记者会，你讲的就是侦查公开的嘛。然后
啊，那你说啊，之前啊，录音透明不影响侦查不公开哦，你后面不想公布了啊，就影响啊，这是离谱嘛？殊不知此话一出，打自己脸嘛。既然无关案情，又何来侦查？涉及侦查不公开，如此明显矛盾，目的只在闪躲回避，所以这个处理的就很差吧。而且事情倒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死两个人是很糟糕了，可是就解决嘛。但是你前后说法不一啊，牛头不对马嘴，就讨厌。案发至今已经两周啊，海巡署对外揭露的案情啊，仍然疑点重重。换位思考，如果翻覆死亡的是我国的台湾的民民啊，国人跟政府肯定也会硬起来要求真相，也唯有如此，才能让受害者家属理解啊，化解意外造成的非必要仇恨。而海巡署一开始就不吐实啊，你看起来好像没有讲真话嘛，感觉上是这样子。我们待会再多看一点报道，让事态变得更复杂难解。事发者啊，负责啊收证责任啊，拿不出收证的影像。虽然可以让事发者可能逃避该负的刑责，但是你没有收证的器材就不对了嘛，你是政府单位嘛，就是海巡署嘛，海洋会嘛，又离开这个台湾的这个啊这个领土嘛，那你更要小心嘛，重创执法威信。那海委会主委啊管碧玲前天在脸书上啊说，请大家可以骂我，不要骂海巡，你这什么话嘛，谁犯错就骂谁嘛，这什么话嘛？啊，这种情绪勒索式的说法着实可笑。家属要的就真相，如果真的错了，就道歉认错。硬凹选择性揭露者，让事实更难说。我们再看第二个《台湾公论报》的报道，标题是“吹哨者啊揭露撞船过程”，啊，有个吹哨者啊，打理海巡署刻意隐瞒真相啊。金门地检署跟海巡署啊，当然可能有人觉得说，啊，怎么这个报道对海巡署不利？我们看最后看维基百科嘛，因为维基百科有公信力嘛，啊，它也没有什么正道色彩没有，我们最后看维基百科怎么讲。啊，所以这个金门地检署跟海巡署召开记者会啊，针对这个事件对外说明啊，然后国民党团呢 啊就在野党啊也召开记者会啊揭露啊吹哨者啊就有人爆料啊，一定要当事人嘛，你问你我爆料，我们不在现场，我们就爆料，人家没人理嘛，就是要了解这个事情的啊，质疑海巡署没有说真话啊。海洋委员会跟海巡署没有积极作为，故意隐瞒事实啊，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到底啊，你真相啊，有没有在包庇谁啊，前后啊都不拢啊。一个首席副书记长啊，这个啊应该啊国民党的吧啊，根据海巡署啊公布的一个示意图啊，就是这边你就自己看啊，就是他有公布啊这个当时发生事件的一个啊地理的位置啊，怎么跑啊这个公布啊。啊，就简单讲，就是说啊，当时我们的海巡署的船啊，舰艇啊，就说哦，以声音啊，跟那个打灯光啊，示意的听说啊，接受检查，那你应该乖乖停下来啊。但是啊，这个陆方的船啊，蛇形巨艇啊，就三五渔船嘛啊，可能也怕怎么样啊，那就纠纷了、啊。我叫你停，你不停嘛啊，然后迂回啊，然后规避啊。查气啊，这样看起来像你这个道路渔船也不对啊啊，以大角度啊向右急转，所以它是渔船的船尾啊撞到了海巡署的舰艇的前面啊，是这样发生翻覆啊，然后海巡署舰艇就实施救援啊，然后根据海巡署讲法，当天下午一点十分碰撞啊，随即啊就翻覆，一撞嘛要翻覆很快，因为小船撞大船嘛啊，但是海巡署第一份新闻却说是啊1点45分啊，那就不一样嘛啊，所以你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下午1点10分碰撞，后来又说下午1点45分陆方拒绝，这个时间都不拢嘛，然后蛇形状翻覆啊，显然啊时间上确实都不拢啊，这你要说清楚啊，怎么有35分钟消失不见啊？另外一个这个国民党的一个立委表示啊。国民党支持海巡兄弟嘛，这个海巡国家军队啊，警察不分党派嘛，正如此要找出真相。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啊，发现那个主委管碧玲啊，海巡署长周梅武啊，周梅武是男的啊，对啊，管碧玲是女的啊，没有担当啊。尤其主委啊，主委比较大嘛，比海巡署大嘛，
他以前呢、啊，这个主委管碧玲啊，他本身争议性也蛮大的啊，但是是国民进党里面的爱将啊，始终的这个干部啊，担任他以前2016年当立委的时候，就曾经指责啊，宪兵指挥部啊，在没有任何录影的情况下搜索民宅，痛斥国防部啊，不要找基层带队啊，该下台都要下台，不要让基层替死鬼啊，就是修理他。你看你以前当立委的时候，人家没有录影设备，你就骂死人家，那你现在自己当了海巡海洋会这个主委，你自己下面的海巡署都没有这个球啊。啊，他也说啊，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第一线的海巡主管应该说清楚啊，负责任啊。然后他又说啊，在网络上对于国民党团啊追查贪污事件啊，有人网军啊带风向，说是啊你是中共的同路人啊，难道两条命不重要啊，这些东西啊。所以1450很糟糕了啊。就大概是这样啊。然后第三个选 New Trump 啊，这个比较偏民进党的这个媒体啊，标题是大陆渔民返回中国大陆以后反咬啊，控诉海巡啊撞船啊酿死啊，海巡署发表四个声明啊，海巡署意思就是说啊，你闯入我海域啊，捕鱼海域啊，我要检查你啊，叫你停下来啊，结果后来你知道你是三无船只啊，你想跑啊，跑的过程当中啊，你又撞到我啊，你自己撞又翻覆，就撞死人了、啊、只是我刚好没有啊录影设备啊，讲不清楚啊，顶多就这么一回事啊。可是大陆方面讲的不一样，不是哦，是你撞我，那就不一样啊。所以海巡署发表四个声明啊。所以他说这个啊，发生在大年初五的中国三无啊，三无没有证照的意思啊。快艇因为躲避啊，海巡查缉而翻覆，造成四人落海啊，二死二伤事件啊。然后两名生还者回到中国大陆接受中国媒体访问的时候说，哦，是你海巡这个舰艇撞把我撞翻的啊。所以海巡署因为现在两岸没有来往嘛，你也不可能跑到中国大陆去问他嘛，所以海巡署就说我发表四点声明啊，这个全部交由司法机关。他四点声明是啊，第一个啊，这个案件虽然只有发生五分钟啊，但是追逐时间很短啊，因为海上追逐之时间短暂的因素，没有能够全程录影。那你有半程录影吗？你有四分之一录影就没有啊。然后你到底有没有录影设备？你没有，那就跟这个什么海上追逐时间短暂没有关系嘛，你就没有嘛。你就算时间很长，海上不追逐你还是没有嘛。那如果你有录影设备的话，哦，追逐就不能录影了。那警车嘛，在追人家的时候就不能录影了、哦，它固定的嘛，固定装在那边嘛，啊，那你或者你舰长，你可以说啊，我们没有录影设备，我们拿手机拍一拍嘛，应急也可以嘛，都没有啊。再叫事情分散，但不影响事实真相，这怎么会不影响？影响太大了嘛，所以这第一点要打屁股啊。第二点，生还的二名大陆籍男子啊，就是有啊这些制作笔录啊，然后。他们都意思就是说、哦、做笔录哦啊，你对我们的讲法没有意见啊，你怎么回大陆啊，你又翻供啊，这个意思啊。这个然后生还的这两名啊大陆籍男子啊，在金门的时间，因为他当时先啊没有死的两个先带回金门嘛啊，就是留置调查。然后说，我们海巡署啊，都给予适当的安置啊，跟照顾啊，没有对他们不礼貌啊。然后调查完成以后才，让你回去啊。然后就是海巡署啊，这应该是三了啊，这应该是四啊，他发了四点嘛。说海巡署、啊、我们不偏不倚啊，勿忘勿纵都好听嘛，讲得好听嘛啊，要交由司法机关调查。他就希望全案事实忠实的呈现家属跟社会大众。可这个人不满意啦，你说你希望全案事实忠实呈现，第一个你怎么没有录影啊，怎么会没设备啊，第二个怎么前后时间啊，讲的都不一样，那叫忠实嘛。忠实真的来了，忠实新闻网啊的报道，标题是还原现场，海上激烈追逐擦撞啊，大陆快艇翻覆，海巡竟没有拍到影像。就糗大了啊，
然后新闻最好不要讲这种情绪系统新闻，就报道事实就好啊。你媒体你要有评论可以嘛，你就用记者特稿嘛，或者叫联合报黑白集嘛，一个评论嘛，或者社论嘛，啊，新闻就报道，不要说新闻就写球道，这不及格的写法啊。人说这个事件引起相当的争议，可以啊，那什么球道啊，大陆无船籍啊，就三无嘛，啊，快艇啊，闯入金门海域禁止水域内啊，遭这个海巡署的舰艇追逐啊，啊，翻覆两个船员溺毙啊，让原本已经降温的两岸其实瞬间升高啊。海巡署至今啊未公布以上已招公信下到底当时发生，因为你没有公布嘛，那你没公布是两种情况，一个是你有你没公布，第二个是你就根本没有嘛，啊，他后来就说没有嘛，啊，没有密录器嘛，搞不清楚嘛，密录器跟行车记录器不一样，那就算都没有嘛，你说像警察这个海巡署的这个执行人员啊执法人员啊就是到身上没手机嘛，谁都有手机嘛，你手机拍一下也可以嘛，也没有。外界至今雾里看花啊，本报掌握独家消息啊，事发当时候双方都以超高速行驶啊，就一个跑一个追嘛，而且大陆的不断蛇行啊，就对方的大陆船嘛蛇行要跑嘛。那海巡队要进行录影的时候，双方不慎发生碰撞。那你要进行，那你说什么要进行，那你早不会拿出来啊。啊，要追逐要撞的时候你才说啊这个要进行啊，这个也是不对嘛，双方不慎发生碰撞啊，这样碰撞就不能拍了，那碰撞你拿出来嘛，那碰撞的画面会闪嘛，都没有拍嘛，至少没有拿出来嘛啊，快艇当场翻覆，四名船员落海。哎，是这个训练怎么训练的啊，你说这个他也海巡署也那个船舰艇也不是一个人嘛，啊，有驾驶的嘛，有指挥的嘛，啊，那你不知道几个人啊，啊，就是连一个人录影的时间都没有啊，奇怪啊。然后四名船员落海啊，然后你看这什么话，海巡这当是媒体讲的啦，海巡署可能不会承认了，说因为我急着救人，竟然忘了录影这回事啊，那警察还可以说，因为我忙着取缔，我忙着追逐，我忙着抓犯人，所以我没有录影。那你讲的谁能听得下去啊？于是演变成今日各说各话，那就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嘛。大陆泉州裁判家属啊，这些东西啊，这个官员啊，就弄斥啊，应该是怒斥了啊，海巡手法粗暴，要求方查明真相，给家属啊交代啊。那海巡署啊，见到一个分署长啊，一个官员也不客气回应啊，依法行政，我们依法行政。那你依法行政，那你没有录影设备，也没录影下来，叫依法行政嘛？啊，警察查酒驾追犯人，我依法行政，依法取缔啊，但是我没有录影，那叫依法行政嘛？啊，所以这个螺丝松啊，海巡署的螺丝松得很凶啊，但海巡署却会说出啊，其实现场根本没录影的窘况，都没有录影嘛。只要依法行政啊，啊，所以像警察抓小偷啊、抓酒驾啊，要很小心啊，而且全程啊、声音啊、影像啊，不然人家会说啊，你警察啊，你很凶啊，你打我啊，你威胁我啊，我录影下来，大家没有争议嘛，啊，你没有录影就是各说各话嘛。那你说一艘舰艇都几千万、上亿啊，我们说几千万好了，那你说录影的便宜的话几百块，你说舰艇上贵一点嘛，2000块好不好？你说舰艇几千万都能买了，你花个2000块，这个配备一个，不管是记录器或者是密录器，这个钱没有，这会被笑死人的。啊，本方多方查询了，最近还原现场的这个啊，就说啊，这个海巡队啊，金门海巡队，它有很多分队嘛，一艘多功能快艇啊，就是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啊。有一艘无船名啊，就是三无的啊，就也没证照啊，也没登记，也没船名啊。海巡署立刻加速，赶往驱离，啊，去驱离就对了嘛。啊，那怎么会搞到这个撞船呢、死人呢、各说各话的，没有录影，事情就搞大了嘛。本来事情很小嘛。啊，有双这个应该双引擎的这个快艇啊，一路蛇行要跑嘛。最高时速可以达到啊，时速83公里，有这么快吗？83公里很快啊，啊，这个是舰艇啊，舰艇比较快啊，就紧咬在后面的追啊，
啊，现场海象虽然平稳，就没什么大风大浪啊，但是追逐的时候还是有激浪啊，啊，就险象环生啊。依照过去的惯例啊，海巡执法时均会收证录影。这我现在还是搞不懂啊，啊，你说依照过去惯例有收证录影，但是为什么行政院又说要花第二预备金2000多万去买？买就是你没有我才要买了，那没有，所以也没有录嘛。然后你就说过去惯例啊，执法的时候都会收证，那你以前有，那怎么会现在没有？然后要行政院去买，这搞不懂啊。但船上海巡队这样，你看人家就表示你可以录影嘛，但是那就没录，那又说你没有密录器，所以这个海巡署到底怎么回事啊？两艘船却发生擦撞啊，在高速追逐下，对方快艇一个翻覆，这是有可能的嘛？四名船员落水，然后这个海巡署就赶快啊救援啊，赶快救啊，而且通报勤务中心啊，就有声音啊，就要求救援啊。然后原本准备录影的队员也在急着救人下完全忘了，那这你真是没有话讲了嘛？那以后那个警察也说啊，我忘了，我在抓罪犯，我在急着抓罪犯，我忘了这种事情。那你平常在什么训练嘛？啊，你是啊，事后怎么样？那你说消防队说啊，我为了救人，所以我忘了灌水，我忘了喷水，你这讲得通吗？事后啊才发现没有现场影像，那你啊，你说有可能菜鸟啊，有可能临时警察，那你平常训练在干嘛啊？这些都不用训练，国军都不用训练，警察不用训练，消防队都不用训练，就是说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造一个 SOP 作业嘛。啊，据了解啊，海巡署30吨级以上的海巡舰、海巡都会有，那都具备有自动录影系统，那就很好啦，那你应该有啊。遇上执法情况都自动，那怎么这次没有啊？那既然你有，那为什么秦政委又说要花2000多万再去帮你买？这是完全搞不懂啊！舰上人甚至会以摄影机补助，那不是更好吗？啊，你又有又有自动录影系统啊，你又可以摄影机啊辅助，甚至你手机可以拿出来，但是就没有，都没有啊！啊，但是只有啊，他说因为只有这新造的啊，因为这个舰艇特殊啊，这次发生事件的。因为空间狭小啊，所以当初设计的时候并没有。这也很奇怪，你可不可以说我这个警车啊，我们最近买了一批警车啊，因为这警车构造特别啊，所以不能装行车记录器。有这种讲法吗？你可以说是你说这个新造你就不能买啊，我说这个新造的啊是多功能可是不能录影。那这不笑死人啊，这搞不懂啊。都要靠队员，这是哪一个国家造的？还是台湾自己造？还是外国造的？人家抓起来打屁股，哎，我这个舰艇很好，就是不能录影。这你去卖到全世界，谁要买？啊，都要靠队员自行收证才造出。啊，这就是疑点重重啊！啊，所以事件发生后，立委陈玉珍要求公布啊追逐过程画面啊。向来气势很强势的海委会主委关碧玲则一反高调。放低姿态啊，表示由检察官怀疑真相啊。实际上管碧玲就是已经获知啊，手中根本没有影像可以替指定兵辩护，你就没有嘛。那你也不能推说啊，因为这个舰艇特殊，那下次你说啊，警察你为什么没有录影啊？因为我最近买了一批啊多功能的警车啊，啊因为空间的特殊啊构造，所以不能录影，这个鬼话。因此原本很简单，只要公布影像就可以厘清，这有录影带求出有真相嘛，反而在没有画面下就是各自表述嘛，这还有的吵。我们再看一个时报资讯的报道，就陈建仁行政院长不认海巡撞翻陆船海基门地检未证实啊，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说海巡署的舰艇啊一般都有啊，那就很标准没问题，那只有这一批没有，哇那就很奇怪了啊，你旧的舰艇都有啊录影设备啊，但这一批啊多功能啊，多功能就是更先进嘛。可是它是多功能啊，但是只有录影的功能没有啊。这个当初是谁采购的、啊？抓出来打屁股啊？到底是谁买的？这有弊案嘛？啊，真的有弊案 啊！然后那个台湾的行政院长就不认啊，就不承认啊，是撞船啊，我们这一期啊不承认撞船。
和金门地检署啊、卫生署啊、金门海域啊这个事情啊发生过后啊，啊这个啊，就大陆里面说啊，海巡署说谎，是你撞我啊，不是我跑啊，怎么样的啊？这行政长这样最大嘛，最高行政首长陈建仁啊表示啊，在金门检察署啊说明当中啊，并没有证实渔船的翻覆进行碰撞而引起。这话也是有问题吧，还在调查当中嘛，你如果说检察署结案了，全部调查完你再讲，可人家还在调查嘛，你那还没有结案嘛，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啊？我们要相信是那万一过几天啊，地检署又有最新的调查结果，那你不是要自己打脸啊？希望媒体有心人士不要再以讹传讹。那你说网友啊、网军啊以讹传讹，那媒体就是有文必录嘛？那媒体怎么以讹传讹呢？当然也有啦，但是你说媒体啊以讹传讹，这话就不好听嘛。那他就是报道事实嘛。针对陆籍的翻覆案啊，所以他是海巡署第一时间就采相关行动，表示海巡署做得很好，我第一时间就有行动。陈建仁也表示啊，就说并没有什么隐秘啊，但是你就时间对不拢嘛，所以我们说官官相护嘛啊。如果是海巡署前后时间呐、发生都讲法一致啊，那还可以。那你就是我们看整个前后面讲法确实不太一致啊，然后发现有些媒体的报道不尽正确。好啦，那这样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我们再看看维基百科吧，记载啊。他那个最新的条目他蛮快的啊，叫他的条目啊叫做2024年啊，他把它取名为金门近海快艇翻覆事件啊。他的说明就是啊，这个翻覆事件啊又称金门214，是2月14号吧。金门中快艇啊，中型的快艇啊翻覆事件啊发生在这个时候。然后一艘来自中国的无名啊，就没有船名啊，那就是也是有问题嘛，所以这个船本身有问题嘛，也没有注册的快艇啊，进入这个福建省啊金门县啊，因为金门离中国大陆那个太近了啊，12公里吧啊，捕鱼啊，非法捕鱼啊，然后被海巡署第9海巡队查缉，两船追击期间发生碰撞。快艇四名船员落海，其中两人送医后不治。那消息传回大陆啊，有一被生还者质疑啊，指控啊是故意撞翻啊，而且台湾方面说辞反复。你看这维基百科也认为你说辞反复嘛，那我们的行政院长在凭什么东西啊？并未能提供案发时候录影，引发大陆政府方面强烈抗议及网民怒火啊。那当然嘛，因为这个你没有录影带嘛啊，这个便各说各话，当然就去做文章嘛啊。然后事件的背景啊，就是啊，金门县管辖的金门列岛有12座岛屿啊，地理上啊，因为这边讲的是我们台湾的金门啊，地理上与中国大陆很近啊，其中啊最近的地方啊只有3公里啊，有的地方远一点，有的近一点啊。最近的才3公里，那真的太近了，这游泳都游得到，这个耐力好一点嘛。那1992年呢、因为到时候金马地区解除了一次戒严令啊，这些啊，这个情势啊逐渐趋缓。那大陆局船舶啊进入金门县的水域啊进行走私偷渡、小额贸易啊，这种情况也常见嘛，也常见。那非法就取缔嘛，驱离嘛。而大陆经济崛起后啊，这些行为就少一点了。除了越界捕鱼外，抽沙啊、游船观光啊，这些就比较常见啊。这些是由海巡署第九海巡队负责管辖啊。然后对于这个大陆渔船进入金门县水域捕鱼啊，两个认知不同啊，两方面各有认知啊。就是台湾的政府禁止啊大陆渔船在这个水域捕鱼啊，但厦门市啊。这些东西啊，他们老共那边啊认为是自己的传统遗产，那这怎么办呢？打国际法吗？这双方认知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有问题啊。然后他有一个叫欧措村啊，渔民啊也被视为跟海军对抗的渔民嘛，这些凶悍，最为凶悍大陆渔民啊。
啊，这些事情发生过后啊，中国方面啊，就是认为啊，它是传统遗产的，大家这个大陆遗产也可以捕鱼啊，所以这个基本上，因为两岸现在已读不回嘛，啊，没有联络嘛，所以这个问题就无解嘛。而事件的经过调查啊，就是差不多啊，就是一个多功能快艇啊，啊，发现一个无名船啊，这个捕捞作业啊。好像有讲还走私嘛，走私就走私啊，捕捞就捕捞嘛，或者非法捕捞，那个捕捞跟走私不一样，就下午1点多也不像走私嘛，前面又说走私啊，所以这个信息很乱啊，于是决定靠近啊，要执行登船检查或者驱离啊，快点见状逃逸啊，两船追击啊，这也不是两船，这个文件写的不够紧密啊，也不是两船，只有一个追一个嘛，哪有互相追啊？是一个跑一个追嘛？你说海巡署去追击，可能什么两船追击啊？两船高速行驶可以了啊，快艇在海巡，这个不知道怎么念啊，迂回航行啊，船身多次接触，因为一个要跑嘛啊，可是海巡署船快嘛，就追上去了嘛，追上去就两个接近的多次接触，就在这转弯的时候啊，碰撞倾覆啊，警上四人落海啊，前后只有5分钟啊，海巡队。一个停船啊，搜救啊，因为也不用再开了嘛，我们都已经沉没，就该搜救啊，就捡4个人，2个人受益不治啊。遇难者是船长死掉了啊，一个姓来的啊，这姓比较少，一个姓王、姓徐啊，就生还啊。涉及两船只啊，都是吊船上岸啊，就是海巡署的缉私舰啊、查缉舰啊，跟大陆船都吊起来啊，吊回港。发布快艇是无名船，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登记的，我们叫三无船舶，所以它本身就有问题啊，所以它想跑嘛啊，在两岸当局都属重点执法取缔对象啊，连大陆都要查它，所以这本来这个本来是对海巡署有利嘛，你就是非法嘛，非法的船嘛，啊，非法的船，那但是变成那个原告变被告啊，我查缉你啊，你连大陆。中共方面都要查缉啊，那我台湾保护我渔民啊，你侵犯我的捕鱼的地区，查缉也合理嘛。但是怎么会搞到啊，搞到死人呐、啊，搞到船沉没，最重要就是没有录影啊，这个最严重啊。这个等等啊，那生还船员就被带回金门了 做笔录啊，这些东西啊。所以他们三个人就说，分别来自内地的啊，四川、贵州、嘉定、贫穷到福建打个彼此不熟等等啊，他们说，这个，海巡署说他们是越界入金门水域，只是前来收渔网，只是收渔网，前面捕鱼要下网啊，然后这些东西啊，然后做完笔录也问那死者家属有无意见啊，但是回大陆以后讲法就不一样了啊，地检署。他就查了一下啊，这个巡防快艇的，发现你没有安，就是确实没有，确实没有安装摄影器材啊。这是维基百科根据啊地检署金门地检署讲法，那就没有嘛，那没有就没有什么前面讲说来不及啊，事情很仓促啊，毛子就那是屁话嘛、鬼话嘛、混话嘛、胡话嘛。因为这个地检署的话要公信力嘛，就没有安装固定就没有嘛。啊，但你要不要拿手机，另外一回事，你就没有嘛？没有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扯那个说啊，我来不及啊，什么东西紧张啊，时间不够，那就回扯懒蛋嘛。海巡队也向检方表示啊，事发过程没有录影。那你当然没有嘛，你就是没有安装固定摄像，那你当然就没有录影啊。但是当然你可以用手机来录嘛，也没有啊。然后海巡署方面，受训的时候说，因为追逐时间很短，而且双方都以超高速行驶，且对方不断蛇行啊，就表示当时很紧张啊，时间发生了一切发生太快了，还来不及拿出录影器材，意思就是说我没有装固定摄影器材没有，就那时候就一打开嘛，一打开就录嘛，没有啊，但是我们还有另外手动的啊，用手在掌控的有。但是来不及拿出来，所以这样没有固定的，因为固定的比较快嘛，按个键就开始嘛。而且你有固定的话，就应该一出海就要录影嘛。
意思就是那个固定的没有啊，但是我们还有手动的啊、手控的啊，但是来不及拿出来，稍微就不慎发生碰撞啊，这也是托词嘛。因为你平常训练就是说，好，我这个是因为什么关系不能装固定，那碰到什么状况，我们赶快拿，用手拿出来，要怎么拿，谁拿，哪一人负责，一兵、二兵、三兵，一号、二号、三号，谁负责拿，谁负责录影啊？要救人的时候谁负责救啊？谁指挥官啊？船长是一个啊，谁开船啊？其他人谁录影啊？谁救人？这是平常的训练嘛？啊、哪有说哦，因为事情太忙了啊，太仓促就来不及拿出来？那平常训练叫谁负责啊？一个人就够嘛？谁要负责嘛？那负责的你就不要去救嘛，让别人去救嘛。那然后那个大陆船员回大陆接受大陆采访啊，就说改口就说是被海军撞翻，而且表示愤慨。然后海军说晚间了、啊，就也发表声明，就前面啊当初讲了几个声明啊，就差不多这个意思啊。那海巡署又公布啊无线电录音啊，只说是大陆快艇你拒绝啊，你不停船啊，你跑。啊，然后你跑在一个大转弯后撞上啊海巡署船只的右前方，造成大陆快艇，但是内容不全又被质疑嘛？你没有录应该就算了，你公布无线电嘛，你就录嘛，你就公布嘛，你又公布前半段后半段，你又不公布，又说什么啊影响啊侦查啊，又说不影响还原真相，那、啊、就听不懂。啊，台湾最后我们看看台湾在野党的反应啊，当然。为什么不讲自然？自然党说我没错啊，千错万错都是中共的错啊！啊，那在野党是怎么说呢？我们参考在维基百科的。国民党立委罗志强啊，所以我这边又想到一个，前面我们看那么多新闻说，确实没有固定的啊，录影设备啊，然后手动的说一下紧张拿不出来，慌乱拿不出来。但是后来新闻又很奇怪啊，这边没有纳进去啊。后来行政院长啊，陈建仁又说啊，用行政院第二预备军带2000多万来帮他装，那就很奇怪了。那你前面不装啊，说是要么就是两种情况嘛。第一个就是说我没有编预算，那你就不对啊，那你就胡搞瞎搞啊。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其实这个钱也不多啊，我是不能装啊，这个空间狭小，那不能装。啊，不能装就不要买这个船嘛。然后你又说用行政院第二备金2000多万去装，哦，那以前你编预算不能装，啊，现在发生事情，你用2000多万就可以装，那你现在2000多万可以装，那你之前为什么不能装？这不是也是很奇怪的事情吗？啊，所以台湾国民党立委罗志强就看炮轰了，就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啊，竟然没有录影。啊，不管固定的没有啊，固定的，平常没有编预算啊，这个不能装啊。啊，行政院说啊，2000多万就可以装，这奇怪了啊，竟然没有录音。然后2016年发生宪兵搜索事件，现在的海委会主委就像那个海巡署的顶头上司啊，当时当地人要质疑说，哦，你怎么宪职部啊，宪兵啊，你怎么没有录音啊？啊，要求啊，该下来就要负责下来，那你想怎么不下来啊？不要牺牲基层啊，言犹在耳。他把这句话送还给管碧玲啊，是不是应该有同样的标准啊？自己负责啊！啊，规定都很清楚啊，为什么没按照 SOP 呢？啊，放在身上的密录器啊，这个我也不是海巡署，也不知道什么叫密录器啊。所以现在有固定式的啊录影设备没有买啊，说不好装啊，但是行政院花2000多万就可以装，然后放在身上啊，身上我们说好像谍报片啊，什么警匪片啊，啊身上有一个密录器也可以啊。那你不是标准配备吗？你怎么也没有啊？啊，对于这个海巡署他们说啊，海巡署没有隐匿动机，而且有第三责任险，就代表碰撞，这种事无法隐瞒啊。动机有碰撞就碰撞嘛，啊，要把这个说清楚啊。所以他也批评啊，这个事情啊，这个我倒认同，真的有点荒腔走板，疑点重重啊，啊，这些东西啊。然后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也强调啊，这个支持海巡依法行政啊，就是我们也支持你啊，反正国军嘛、警察嘛、部分党派我们都支持。那这个事件为什么完全没有画面啊？第一个你固定的没有装啊，第二个你密录器就绑在身上，啊，像那个
人质啊，叫卧底的啊，卧底身上都要摆那个啊，这个通讯啊，去装在耳朵里嘛，啊，还有放在身上袖扣啊，什么东西可以密录嘛，啊，密录器啊，你没有啊，那像看起来固定的是没有，密录器应该有，那你为什么不会开啊？啊，你救人的时候你是密录器摆在身上嘛，也不影响你救人嘛，也没有开啊，就是离谱嘛。对于绿营质疑，为什么不谴责中国啊？对绿营老是这样子嘛？你现在是人家死人，不是我死人嘛？啊，如果是台湾渔民死，那你就赶快去骂中共嘛？那现在是人家死人啊！1450很多网友说，为什么不谴责中共？是人家死人，你要谴责他？哎，党团回批啊！这个啊，副总统赖清德什么这个东西啊？啊，这个自己去看吧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最高检察署前检察官，那个现在是律师叫张西怀的啊。他就前往监察院举发嘛，金门地检署代呼职守，应该是金门地检署在查案子啊，什么叫代呼职守啊？表示干是刑事案件，死人了嘛，杀人放火嘛，死人刑事案件嘛，啊，一般的是就是啊，你欠我钱那是告诉乃论嘛，就是刑事案件嘛，啊，杀人放火嘛，啊，检方应该查明海军有执法过程，查明当时追捕的海军船长、船员嘛，应该叫舰长嘛，有没有违背必要原则啊？啊，过当啊，执行啊，驱离行径啊，厘清是否有故意或过失致人啊？故意就是我要杀你嘛，过失就是我不想杀你，不小心杀死你嘛，并记述啊，查明本案公开调查结果，招公信啊，就是他认为他们地检署没有做得很好啊。监察院表示啊，已经受理了，要开始办。那最后看中国大陆的反应啊，那中国大陆当然死的是。啊，这讲来听叫低端人口嘛，这穷人嘛，贵州四川过来，可是当然要做文章了。所以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表示啊，啊，强烈谴责啊，啊，台湾方面驱离啊，啊，福建渔船啊，造成两人遇难啊。这驱离啊，所以这个就很麻烦嘛，因为这个水域啊，到底可不可以捕鱼，双方认定不一样嘛。所以我们认为驱离是正常嘛，大陆方面就是为什么不能捕鱼啊？啊，所以。认为驱离也不对啊，驱离就算了吧，造成两人死亡。然后他发言人说啊，这个东西啊，这个中共方面啊，也保障两岸渔民做了很多事情啊，啊，都做了很多事情。反观啊，一直我们中共做了很多事情啊，但是台湾方面啊，以各种借口啊，强力查扣大陆渔船啊，以粗暴方式和危险的方式对待中国大陆渔民啊，啊，这是导致就说。台湾这个是很无理啊，很粗暴啊，要希望台湾立即啊查明事实真相。然后中国海警新闻发言人一个姓甘的也表示啊，就说啊，这是有一点反制措施啊，啊，平常人查我啊，我现在也要我福建的海警局啊，我在下金海域的金门那一带啊，要展开查的话常态化啊，我要开始查了啊，啊，然后这个隔天啊，中国大陆派遣4艘执法船舶在。下金海、厦门、金门海域啊，巡航。然后这个也来参与叫人民网啊，就人民日报的网站啊，海外版栏目啊，就日月潭里面啊，一个标题啊，民进党当局啊，荒诞行径，岂止冷血无情啊，啊，为题啊，啊，就是批评啊，台湾方面行径草菅人命啊，强调应该赶快查明事实真相，要处置相关人员。啊，所以到现在为止，台湾官方完全没有处置人的意思啊。所以当这事情还没落幕再看吧。给遇难的家属跟两岸同胞的交代，更强调民进党当局啊，如果继续狡辩顽抗，啊，是他们一贯的措辞啊。啊，大陆方面啊，要保留啊，采取进一步措施权利啊，会被采取不知道。一切后，这事情也可大可小，也可能就没事了、啊，因为两个人都是低端人口嘛，也没有死掉权贵什么东西、啊。事情也可以闹大，也可以就慢慢了掉，一切后果由台湾方面承担。所以这个整个看起来大致情况是这样子啊，就是说也不是什么超级大事啊，虽然死两个人了、啊，可是比较值得检讨的就是说啊，这个海巡署确实啊，在这个办事情的讲法上面确实有很多瑕疵啊。然后这个录影设备这方面面，不管是固定的啊、密录器啊，或拿手机，表示他作业啊也不成熟啊，平常的训练也不够啊，也没有这个应变的这些能力啊。照理说要处分一些人嘛、啊，就是你这些基本的都没做到，
所以啊，没有录影设备，说辞反反复复啊，这个训练作业不够啊，光是这些就应该要稍微处分一下啊。当然后面还继续发展，接着再看啊，这几讲这里。